今天是2021年4月5号，德国这个天气啊，本来是放晴的，突然一开始就下雪了，外面温度也只有5度不到，昨天还10几度呢，啊，这个天气让人简直是摸不着头脑啊！你看这个雪下得多大，西边在下雪，东边天是晴的，你看前面天是晴的，后面要呼呼下雪。冬天的雪都没有这么大，现在已经是春天了。下完雪，你看就变成天气晴空万里，然后一边出太阳，一边下雪，是不是很搞笑啊？大概5分钟以后，雪就下完了，天空马上全部放晴。而德国这个天气真的是太搞笑了。